我真的气死了，为什么男人们都这么沉迷于电脑呢？叫他出去陪我玩也不去，我今天要一个人出去玩一天，我真的再也不想理他了，以后也不想理他了，甚至我今天走了之后我就不回来了。再见吧，臭直男，再见了。我现在在冷风里等车，叫了一个车。哼，自己出去玩多好呀！来了来了。什么速度的话，只要39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滴滴司机托马斯要出发营业了，呵呵，好玩好玩好玩吧。我们的乘客到了，请问是尾号5139的乘客吗？是。请看你一笑，一笑毛呢在。请问咱这次要去哪儿？去影视城。这位乘客您还脸皮挺厚的，一般大家都会坐后排，你为什么要坐前排？我就是与众不同，用脸皮与众不同的后背。嗯，不是，是不介意我拍一下你吗？请问您拍了是要干嘛的？要发到网上吗？对的。那还是不要了。我比较害羞。别害羞，没关系，就是随便拍拍，记录生活而已。您是哪个平台的呀？哔哩哔哩听过吗？听过，听说是叫什么 P 站，就是哔哩哔哩的 UP 主，就是上传视频，然后有粉丝会看。那他们看的话会给钱吗？不会，他们都一般都白嫖。那岂不是很亏，做博主？哎，对呀。那这些粉丝也太可恶了呀。他们做什么会让你高兴的？他们可以选择一键三连，就会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哦，这样挺好呀，一键三连他们也不需要付出什么，是吧？对的对的对的，动动手指就好了。对的，那挺好的。难道你要一键三连，对人会不愿意吗？对啊。天哪，你们博主也太难做了。哎，哇，这个阳光好美啊，司机你看。对，今天的乘客一样。救命啊，我要下车。今天选择了坐我的车，简直就像一缕阳光倒照在我的脸上一样。我要吐了。是不是你这个车也挺好看的？那可不，说出来怕吓着你。这是哪一款呀？看到这个 logo 了吗？福特。哦哟，说不准。哼，姑娘不错嘛。对啊，懂事啊。这就是最新款的福特锐际，知道吗？锐际，对，新车呀，对，怪不得这么好看。好看的车就是要搭载好看的乘客。你可以拉拉手吗？你干啥啊？我可是有驾驶的，你滚开，我报警了。我们车上是有全程监控的，知道吗？啥玩意儿？恋爱了我。就是初恋的感觉吧。哎呦我天哪，哎呦我的老天爷，哎呀，好几十岁的人了，坚持。别说了，哎呀，把我的心搞得哇哇的。到达目的地车墩影视基地附近，位于道路右侧，为您打造一个停车场，点击前往。司机您在激动什么？那个乘客，您可以带我一起进去看吗？我也想看你这么激动，这里面有超多电影在里面拍。对，我去看功夫的取景地。好，乘客，你拿这么多东西是要干嘛呀？你看我们像不像剧组的？挺像的。我担心我们进去会收我们的钱，我们要在这拍东西。你知道这里有那个南京东路，就外滩那边。南京东路在这儿有。对。它是模仿的上海20-30年代那种感觉建的各种建筑，就如果夏天穿个旗袍来，太有感觉了。哇，这辆车是可以走的哟。大家看呀，周星驰当时就是在这辆车里面被那个戴金丝眼镜的斯文人给扁了，记得吗？大家看冯小刚当时
哪一走在哪条街上的，应该就是这条街。大家看这个，郑云蛇当时被蛇咬了，算是蛇毒发作，他当时把这个打变形了，打出了如来神掌的印子崩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哇，那边有人在拍婚纱照，好漂亮啊、哦、太美了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刚刚我们拍的那个车，剧组拍戏的话要1000块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、啊、1000块一个小时，然后旁边那边还有老爷车是3500一天。我的天哪，看到拍戏有多贵了吗？我们今天还蹭了，算是蹭到了。哇，她的裙子好好看啊。哇，这是电影吧？哇，你看那边还有，天哪，这些新娘不冷吗？哇，她都锈了，没那么白了。白渡桥一平跳桥的地方附近怎么是这个样子呢？啊，那边你看，那边好像都是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那种街道的感觉。一平他家，再见了朋友们。一平，你干啥玩意儿在上面？你快下来呀、啊！你有话下来好好说行不行？在找东西而已。找什么呀？我在找我的字。什么？我的字。啥玩意儿啊？你在说啥呀？我的鞋啊，我的鞋啊，我的鞋掉了。我给你再买一双。你知不知道上海有一个很著名的水下博物馆？什么鬼？水下博物馆？对，那不会潮掉吗？我也很好奇啊，所以想去看一下。就是它很多宫殿群都在水下，然后你看上去就是那种宫殿的房顶特别美。叫什么地方？广富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超智能的导航系统带我们去广富林吧。你好，福特。我在，我想去广富林文化遗址。好的，将为您导航到广富林文化遗址。哇哦，是不是很智能？对，我手都没动。你知道吗？咱们这款长安福特锐际，全系搭载的都是福特最新的圣克嘉自行信息娱乐系统。它不仅识别率高，而且相比普通车载系统更智能、更隐性。再搭配上豪华的 BO 音箱，无论是看视频还是听歌都更带感。乘客你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广富林了。太晚了，天都要黑了，可咋整呢？应该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没有玩，上次你还带我来。好。好冷啊，乘客，我们快上车吧。走吧。乘客你好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好消息吧。好消息就是，虽然刚才的广富林一直没进去，但是今天你成为了我的第00000001位乘客，成为了我的幸运客户，所以说今天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大礼。什么大礼？就是惊喜大礼呀、啊。什么？就是礼物呗，小礼物。在你的座位底下，找一找你的座位底下有没有一个惊喜大礼。这怎么打
你下车伸手进去掏。好玩儿，跟乘客玩最好玩了。这样打？打不开，伸手下去摸，怎么样呀，乘客？这这。那不是我准备的。什么都没有，你在整蛊我。我为什么要整蛊你？你在骗人。哦，那是我记错了，后排座位下面，后排座位。去吧。有吗？没有。你没有？那去哪儿了呢？啥呀？别挡我。那是不是我又记错了？在车底下肯定是。你看一下车底下。我不看，在骗我。那车上还有哪什么地方可以放东西呢？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哦。还有哪可以放？想不到吧，我们今天拖着这么多花跑了一天。对，什么时候跑的？昨天晚上去预定，今天早上装的。今天早上你下来之前，那个给我们装花的师傅才走。天哪，太好看了吧。哇，小怪喜欢吗，乘客？喜欢。Oh my god！ 里面还有气球。对，陪我们跑了这么远，都没闪。以后只能坐我的车咯，因为我的车后面有惊喜。好。哎，在说什么笑话？那你为啥没准备满车红色？太贵了，直说吧，我就。你知道吗，早上在后座整理东西的时候，你差点钻进来了，我赶紧把你推出去，你没注意到吧，因为我怕你闻到花的香味了。然后今天开车的时候，后面也是一直啵啵啵的，好像被电波的有点响，也怕被你注意到。没看到。所以说今天的惊喜是成功了的是吧？对，我们买车了再玩。为啥？这种玩一次就够了。玩多了就腻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出租车司机可是为女乘客煞费苦心啊！辛苦了。有什么奖励吗？有。什么呢？在我的机箱里面种满花。我直接给你买100个电脑。你说儿货？你说儿货吗？我给你买一个那个。游戏本。对。真的？那我也太划算了呀！怎么样，铁铁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的话，我要你一个星期不准生气，生一次气我就扔一坨出去。大家喜欢的话，也不要忘了多买一点福特锐际在家里用，自己不用给孩子用也可以。